佛教呢常要我们放下，而现在有很多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，也常用放下我不做了这种态度来处理。那么佛法所说的放下，跟我们一般人所说的放弃跟死心是不是一样的呢？让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的看法。绝对是两样的事。如果说是一样的，那讲放下讲的最多的应该是我，或者是我们呢佛教徒，或者是我们出家人。因为已经放下了自己的家庭，放下了自己的财产，放下了自己的所有的五欲的享受。可是呢，我至少今天还在这里讲大法鼓这个节目的负责的主持。如果我要放下的话，这个大法鼓也就没有办法进行了。如果我放下的话，那我在放下就等于放弃的话，或者放下等于是不干了的话，那我就等死了，就没有事情可以做了。其实放下跟放弃，放下跟失望，放下等于从此以后不想再管了，不大一样的。那么一般的人只知道所谓放下的意思呢，就是提不起那就放下吧，既然提不起那就不要提起来了。比如说夫妻两个人的生活碰到了障碍了，那就放下吧。放下的意思就是离婚了。你要放下他，他也放下你，结果劳燕分飞，各奔东西，那就把个家庭拆散了。像这样的放下对吗？这是这还害人，这不是真正的放下了。放下的一定是呢，自己要很愉快，而他人也要得到利益，那才是最好的放下。我现在要解释佛法上面，或者是佛教的观念呢，就是放下的意思，是指的权力享受要放下，过分的贪欲要放下，还有仇恨的对象要放下。那放下是从心中把负担，或者是呢把心中困扰痛苦执着要放下来。可是呢，比如说我自己已经出了家，那我要不要父母？说我父母也放下了，如果父母没有饭吃，那种我放下了，我就不管了。这不行，父母还是需要人照顾，没有人照顾，那出家人还是要照顾父母。那么出家人已经呢，不要太太，不要孩子。假如说这个出家人曾经是结过婚的，也生了孩子的，那这个孩子啊、太太啊，如果没有人呢照顾他们，生活啊无依无靠了。濒临这个生死存亡的边缘呢，那一个出家人为了度众生也要照顾的。所以是真正的放下呢，这是放下私人的个人的欲望和怨恨，以及呢仇敌，而不是放下
慈悲心。慈悲心如果放下了的话，那是叫做懈怠。如果说是自己啊应该修行应该努力而不修行的话，这叫做放逸。因此有个精进两个字啊，跟放下两个字是相对的，也是相互相成的。所以精进就是努力，放下就是不执着。当我们呢为一个目的或者是救一个人尽心尽力尽一切的努力啊，来出生其事完成这项功德，今天不成明天要，明天不成后天要做。但是呢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如果因缘不成熟，已经尽了最大的力，自己的力量就有这么多，那呼吁更多的人来帮忙，如果怎么呼吁也没有办法挽回啊这桩事实得失败，这个时候心里也没有办法，也不需要痛苦，也不需要觉得自己没有把事情做好啊，这个算罪恶，这个时候也要放下。也就是说尽心尽力的做，但是呢这个成事是在因缘。那因此呢我有几句话呢是这样子讲，说遇到了问题要面对它，接受它，然后处理，然后呢就把心中不再放在心中，这个叫做放下。放下是努力以后不管是得失好坏成败，这心中啊已经没有，这个是呢真正的放下。在放下以后啊，你可以再提起其他的事情，否则的话老是怨恨怨恨怨恨，老是后悔后悔，那你永远呢抬不起头来，你永远是一个失败主义者。所以放下并不等于放弃，放下并不等消极。阿弥陀佛。